谁会买绿色揽胜啊？你瞅你跟前面垃圾车一个色儿，你这某 CR200J 直呼内行。哎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八十模拟二。接下来试玩一下老 Monster 制作的这一款雨桐的 E8。游戏中的话，这车是有四种不同的配置，其中有两个郑州的版本，然后包括一个内藏空调的版本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款就是这一款基础版。6845BEVG6A， 然后还有一个飞空的 BVG3， 大概就是这么四款，具体可以看一下我昨天转的那个宣传片。这次选的就是一个基础款的 BVG6A， 涂装是一个 MyBus， 这是一个好像是个菲律宾的公司，涂装还是蛮好看的，虽然说跟这个地图好像没有什么关系，但问题不大。然后这公司的话，我要没记错，还有一个这个公司现实中是有那个沃尔沃底盘的大金龙啊，就很抽象。我要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这样的。行，然后地图的话选的是一个叫 Pedigo 的地图 Pesco， 就这个地图主打的就是一个路窄，就可以说和这个车非常的搭了，它可以驾驭这个地图任何的地形。行，这样调一个电盘。这地图只有一条线路，就是78路开往圣保罗，可以这么理解。这样敲一下7800 route 一，反了二，线路倒不长，但它每一站之间给的时间比较久，站倒是不多。行，哎，卡了，好像我第一次打的是对的，一。那这个应该是只是我目前的车站，还有两分发车。行，看一下车内，开一个这个屏幕，好像没有内容，但问题不大。车配置就是一般的二叉钢板。这还有个牌可以出，正常是无人售票一元，然后可以翻过来。什么蛋就在前边，开一个方向盘。走，同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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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乘客发现了我，这车应该也是可以在停稳前开门的。哎，高效！啊，这扫码成功过于接地气儿了。这什么200码支付直接普及到法国，但这车好像没看见扫码机器在哪儿。好，就原地扫码也没有什么不行的。我应该是发16分，10:16，看一下。前边直接左转了，这占据好像还挺大的。我游戏什么设置？我等会瞅一眼。二相连地块最大距离750 ，AI 是，AI 车没调回来。AI 车调个默认好了，好像它默认是50%，但我觉得100也没有很多。就之前玩国内图调的应该是二地块750的距离，别的没有问题了。我们要重新挂一下，刚好还剩点时间。空调打一个 auto， 但我目前车内15度，关了。法国用什么空调？正好前面红灯，前面变灯直接冲出去。反正红灯发车也在前面等着，不如不发。坐着呀，一会儿上个坡给你们晃晃摔了再。就我这车技，要放心也行。哎，走了，直接崩出去。他这边好像先放的过车专用道，行，我崩出去了，很好，那个动力还是相当猛的。这边我应该要出去，
公交车道，这地方总这么窄，你这是但凡车宽点过得去吗？没事，公交车道也能走，不行过来之后再变道也不是变不了，这儿就不行了估计。毕竟箭头放在了最左边的车道，我还真不知道他走右边公交车道左转会不会有信号的冲突。这是黑了吗？这什么深渊啊？啊？这贴图有问题，这道牙子贴了个蓝天的图，我直接一个震惊。哎，看来我车道选的是正确的，这边比公交车道先放的，你走快点。还有为什么这左转他第一个车没转？这个信号规划的很迷惑。没事，我们记得地图嘛，这玩家自制的。那回馈不对呀、啊，等会儿重新调一下。走，估计应该能对的。这边又直接开始穿巷子了，穿巷子爬山，这车可以说是相当合适。这小路开个四五十，甚至都不是问题。主要就是车小，哎，轴距也没有，哎我去，问题不大。这车轴距也不是特别长的，不是那种阴间轴距啊，够用。报站应该是没有语音的，问题不大。这是一个半真实的一个巴黎地图，可能现实中有一个线，但我没查。你穿这种小巷子，这车可以说是相当合适了。但这个线游戏里配的 AI 车是12米的，那只能说，确实这路也能跑12米，用12米就刺激了。就变得紧张刺激了起来，10%的下坡，好耶，都能回收直接。不过又红灯了，稍微有点早点半分啊，等灯回来的。前面高铝啊，高尔夫，高铝还行。这个车身比例怎么感觉那么厚呢？我感觉坐的好高啊！我感觉高铝应该没有这么高，它尾灯应该也没有那么大，好怪啊！前面那个雷凌、卡罗拉，行，卡罗拉，好 ，AI 车相当丰富了，右边还有一个野地。我记得这地图 AI 车还用了一个香港车，一个香港的丰田，主打一个震惊。单行道啊，耶，打个灯啊！他但凡打个右转向灯，我都不带催他的。山寨有下的吗？没事，没看见，就约等于没有。靠，我这么开效率相当高了，但也就正点，目前是正点的。这个脚步声感觉好像在什么啊？左边左转车道，它这个圆灯很迷惑。这边限速50倒也不低了，这么窄的路啊，虽然说一脚踩了快60，开快了。主要周围一个人没看见，这个脚步声真的有点儿吓人啊。
哎呀，别坐，别站这儿啊！这是宝座不坐的，这不算宝座，侧的。你坐着，哎呀，瞬时里程219，瞬时电耗、电压、电流 ，OK。嗯，变灯了，进左，右边公交车道。那 CS50也不好开太快。耶，没看见站，发现了苹果的广告。还行，刹住了。啊，前面单摆的呀，你们应该上得来，没事儿。挤一挤，我相信你们的身材。变灯，能不能给我公交放过去啊？不知道有没有感应，看这样不像。管它有没有呢，绿灯就是好的。这边宽了一点，至少车道宽了，刚才车道真的窄。叫一个2.6米的欧洲车，欧洲12米，那实在是有点拥挤。还是有点早点，问题不大，早点不是问题，不差那一分。虽然说这下全线两个车，20多分钟的车隔，对面那个。啊，这也78一条线儿。这线儿一般的车配的都是那种。这我属于是。这降低服务体验来了。整这么点个车。哎，无所谓。小小灵活跑得快。跟那些庞大的12米的家伙就是飞机。啊，虽然说也会有一些影响我起飞的家伙。这地方跑12米真挺刺激的。左边是车道吗？啊，反向的。看这个标线，这地方双行的，还不是单行线，很好。这边可能是个小广场。不小啊，跟这狭窄的道路相比，这一点不小啊。他起步没我快呢，能不能快一点？你们跑12米是真，我靠，有点离谱的。我下次要搞一台12米车试试。这地方是怎么跑12米车的？啊，贴图呢？白了。过这段好了，原因不详，不知道是不是我那个 4GB patch 失效了。你终于不跟我一条道了，真好。要不这路也开不了多快就是了。耶，磨了一下轮胎，没事儿。公交轮胎一般会比较厚。
看国内车会不会配那种加厚，就胎侧 轮胎侧面那种轮胎，还真不知道。国外是有这种配置的，欧洲那边。空车位挺多呀，那现实中巴黎应该挺不好停车的，怎么摆那么多呀？就很影响观感。靠，大概超速了，限速只有30。晚点负2分了，不错。这车竟然能看到内饰，精致 AI 车。咦，它起步确实没我快。我感觉这流畅度不像是爆内存，不知道啥毛病。往后走点来。扫码好。前面右转，没几站了呀，那下一关又不长。这班 AI 车都不会打转向的吗？又没这功能啊。能踩点油门，这啥车？掀背 GLC 吗 ？GLE 什么东西？为什么路上碰到俩，这车都那么慢？啥玩意儿？没见过 ，AMG 的。啊，能不能给点油啊？这车轮一看不简单，你怎么开那么慢？这 AI 车真挺精致的，这对于 AI 车来说，这个精细度真的可以了。卡住力，哎，就它实在是有点儿过于佛系了。咦，这游戏里边真看不出来有个坎儿。险些加人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摁错了，没事儿，他们不怪我。转弯都意外的不颠。他没有做物理可能，那中间是可以散步，这步行街中间还有凳子，但反正没有人走，游戏里边没有坐人。其实很多别的地图会有那种纸片人做景物，但他这个作者没走。他被深渊吞噬了，打我脸，这自己救回来。这地方有个坎儿，刚才看对面车看到了，那不显眼。
哎呀，公交撞道啊，好耶！这就是我的飞机道。可能真人贴图不够了，那估计是我那个司机被 patch， 太长时间没用，不一定系统有啥更新就直接给干没了。这我之前发现过，我每次改那个系统的非 Unicode 语言都会充值那个东西，就需要重新打。算了，不打了。哎，前面要走中间，这门挺快呀。公交车到绿灯，冲！掰过来，这边要变成真正的飞机道了。有人投币吗？可能他也不知道。那提速真快，虽然说这车电机挺吵的。5008，左转。咦，这有一个佛系老哥，那法国人开车不挺冲的吗？怎么他们都这么佛？这个大环岛竟然是双向的啊！站错道了，没车啊，倒过去。他这个提示是我没系安全带吗？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哎，不管了，一会儿来看。这儿在左转，看一下，油门一踩下，动力已输出，请注意安全。防止误踩的吗？还有这种环岛，我感觉效率应该不高啊，就这种设计。谁会买绿色揽胜啊？你瞅瞅你跟前面垃圾车一个色儿，你这不是那么回事儿吧？某 CR200J 直呼内行。咦呀，回流和回弯了，这是真的窄。看一下空间，这要是走12米车还真不是不能走，我这两边真的有空啊。窄归窄，开阔了，掉头，又骑线上了，一天天，不是后边没车，就这样吧。特斯拉，
你怎么又这么佛呀？好像这个地图里边哪个车开车都很佛，除了我。应该是到终点了，没有公交车道，怎么就这么一块砖啊？啊，这是终点了，最后一站了，线路78。好，看一下噪点126，正常水平。那我估计发车应该也是这儿，前面有个休息点，然后就回去了。也不是，发车在这儿。那我停完之后可以去到前面那个地方休息，或者我感觉我不动也行，毕竟这圈全程两个车，另外一个车咱也不会开到这个位置的。对啊，那我停这儿了，行，很顺利的跑了一个单程。这小车穿向的真的舒服。OK， 那么这样，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